就是你聊 K。 全听你说，快看版。因为刚好我要去日本，我就 email 给迪士尼，我说我可以借你们的那个 mascot 吗？然后我想求婚，然后 Disneyland 就拒绝。我们那时候已经出发了吗？还是出发了，戒指，戒指都买了，一直背着。然后老婆就说：“你怎么全部都背，很重啊，要不要回去酒店放下来？”我说：“不用，你说 OK， 你说 OK。”然后找不到适合的地方，直到有我们最后一天要吃饭，然后就刚好他就说：“哎，那个 dessert 还蛮特别。”然后就 OK，last chance 就是你了 ，OK。